那个 X X 的，看来大家来看一下我表弟的影片，然后点那个 X X。然后我每一年都很期待可以去，我觉得那里是我就是找到棒球很快乐的一个地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e Heroes 开麦啦！我是敏勋，我是中哲。我们今天来到国立体育运动大学棒球场，我们来看中信杯黑豹旗，走吧！我现在来直击我的母校高院工商。好，运动派呀！这是我的教练，谢教练。嗨。胡总，早。早，各位大家早。早。喂，我总教练要去哪里啊？就要去，这是我总教练。不要乱，不要乱，不要乱。这也是我的很好的球员。有镜头他才这样讲。哎，对对，他有时候很凶我。基本上要官方还是要镜头。你看这教练就很会聊天。哎，对。不会啦，以前都是教练照顾啦。对啊，算恩师啊。对啊，高中三年都，我是算比较不皮的，没有他们刚刚说。对对对，然后 我很少让他生气，但一让他生气，他就是爆炸了。不会想生气的，因为连队长都不听话就会爆炸。哎，对。他们现在在进行训练，他们的能力现在都真的都还不错，因为环境啊、设备什么都比我们那个时候还要好，包括一些科学化的训练，所以他们现在进步其实真的都很快。这挥击就看得到是教练有教得很好，就知道教练会教了，这个挥击。你看，徒弟，你前几？你二年级而已啊？对，身材多么好，妈妈生的。你要说你有认真吃饭，认真打球啊？我有认真吃饭，有认真打球。那送阿力。耶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然后赢吧。对啊 ，OK 啊，好看你表现了。好，加油！哎，老师啊，加油！没有，我今天没有带到嘛，但是我有后来有回去训练，然后有遇到教练，然后老师以前是高中都在，对。那印象里面就是他真的很认真，那他真的是我们普通的一个模范的学长。你们现在是八强吗？对。然后你们今天对手是谁？高运工程。你觉得你们会赢吗？会啊。你们有之前有对过吗？有。那都赢吗？输。不是。那你怎么有信心？有做好准备啊。希望什么时候上大联盟？我希望越快越好。觉得好想好想要我。像你有带笔吗？你有带笔吗？高雄内斗真的是，你看你找我跟中哲来就不对了，明明就好朋友要弄成这样。内斗，我知道哦，这投手18，我有看过他那个的影片啊，好像不错。还有这个李以诺队长，好像我有看那个影片，这身材蛮好的，蛮大只的。哦，两分炮，哦这么强，其实我觉得。在每个层级要打全垒打都要很厉害，要装土了，你看好残忍哦。你看，要装土了。中哲那时候有发吗？有发，但是我忘记装。
他觉得他还会再来，所以他不需要走。他们蛮酷的，因为其实我有听邱丹跟欧伟军他们讲过，他们说他们都有时候在学校打坐，还是要干，我就说是被惩罚吗？还是为什么要打坐之类的？因为以前是要坐地板，然后要盘腿，然后那种筋又很硬，我就是坐到脚很痛，会麻掉，然后要坐那种一个小时了，然后。我会觉得如果我能坐椅子真的是很好，但是或许他那个更好，我还没体会到。但是高中比较不会那么不会想，会觉得哦，我当然知道这很好，但是要坐一个小时很累，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？但现在我会觉得那是一件很棒的事，但是我还是非常坐地板。很多县内赛要拿代表权就一定要打，可是不可能就是跳过，所以一定要打嘛。然后就他们感觉就是他们选手就都比我们强，然后其实也不是说，也不是什么世仇，我们把他们当世仇，他们可能没把我们当世仇。我们只是穿绿色比较可怕而已啊，没有什么啊。不是每天都这个天气啊，今天算真的风特别大。游击手接球传一垒，来得及。我几叫他们走，真的可能有学长在加持哦。四号。他比较谦虚啊，你看打不错，他没有垫步，没有垫步啊。这样我三年都有去那边连队，然后我每一年都很期待可以去连队，我觉得那里是我就是找到棒球很快乐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埔门，不是说埔门不好，是埔门很严格。所以一去到那里就很像大开眼界，然后就会看到他们就是这样说，哦，你们可以这样哦，然后可以啊，你怕什么？他讲这句真的不止他讲过，包括只要有来高院联队的，包括真人和他也讲过，他甚至问我说可不可以出去打电脑、打网咖都有。我之前去联队，然后我很喜欢就是上那个室内课，那个胡建队，看来大家来看一下我表弟的影片，然后点那个铃木一朗的影片。那我昨天他才打电话给我，问我怎么打。这就是我教练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就是我教练。你看，即便他明明就什么都，然后他还是很乐观嘛，很强。而且我相信他现在应该很会用三 C 了啦，因为环境在进步嘛，他也一定在进步。我之前有一次打那个玉山杯啊，县内赛，然后我记得最后一个有人打二吧，然后我接到要传本垒，然后但是我传准出局才平手，传歪 save 什么就结束，就比较先爆头一颗，然后结果就输了。但是我那时候其实没有很伤心，因为我想也可以去演高一点，没有，可是我那时候还是很认真传，只是就。一个滑掉，中者长大了。然后那时候就是马刚兄弟的马刚，他因为他我们那时候都会开玩笑，我们输了就去连队了什么。然后但是我们那时候还是很认真打，还是很想赢，只是那时候真的不小心失误。然后马刚就会说，你不会因为要去连队故意给我这样丢？我说没有啦，我是真的滑掉。那我问哦，好，中者。确定吗？还有几秒？那个，这太难了吧！你不要吓我他台舞还有嘞，中者你怎么会这样？好。Okay.